悬疑问答。也就是说他做了功德后马上用在求一件事情上，比如求宵夜，因为他怕功德留久了自己把持不住都漏光了。请问师傅，这种观念可取吗？师傅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方法吧，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你做的功德你用掉了，对了，但是你接下来缺德，你没功德去弥补，那你缺德之后你受的业报更大呀。如果你没有用掉的功德你放在身上，等到你下次缺德的时候，你这个叫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呀。明白了，一样的，谢谢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